大家好，现在继续我们的拳皇2002风云再起加强版的对决解说。现在一匹草地，二匹八神，我们来看精彩的对决。哦，草地直接偷下盘，上毒咬，连招走起，大蛇替烧一下，再烧一下，一个十一连，八神要挂掉了。这连招伤害是逆天的，两个大招连续接，还是被一脚踢死。这八神，现在进行第二场啊，小清新的加射出场。啊，草地直接偷下盘，继续上毒了毒，一个七连。啊，草地继续偷下盘呀，再来一套连招，又上大蛇替，直接把这个七甲射烧死。感觉这一次进行的好快呀！来看克里斯的了，二 P 根本没有发挥出来什么好的这个技能，都被打死了。好，克里斯直接偷下盘，上大招轰一下，一个十三连，草地要挂了。这草地的这个声音好有磁性啊，在这零二里面。追下盘，再次上连招，大蛇替烧一下，克里斯直接挂掉。